根据统计啊，这个碧潭平均每一个月大概有一到两个人来这边自杀，所以说呢，在台湾这个北台湾最恐怖的一个自杀圣地啊，应该算碧潭莫属。对，而且哦，这个碧潭因为这个多年来啊，好像他这个跳潭自杀的人这个人数一直没有办法递减下来，所以很多人呢、就在猜测说，这个一个又一个这个跳潭自杀的人，是不是在水里面的这个水鬼在俩高铁？对呀、那么今天呢，很不幸的这个悲剧又再发生了，因为档案小组接获一个小弟弟的家属委托，表示说，这个小弟弟的魂魄可能已经被碧潭里面的水鬼给抓走了啊，魂魄被抓走了，让这个小弟弟到现在呈现的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这个水鬼可以这样子来抓人家的魂魄呢？到底里面的详细情形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会有详细的报道。首先为您欢迎我们的外景主持人裴杰。好的，好，马姐好，大家好，我是裴杰。那还有我们的林雪老师黄公主。大家好，我是黄公主。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水鬼抓人家的魂魄，可是这个张小弟弟呢，他到底是不是被水鬼抓走的呢？那么他目前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请看。今天档案小组接获一位观众朋友委托，表示家人被鬼魂夺舍了。最近是我弟弟的小孩，他不晓得什么原因，他莫名其妙就整个人瘫痪掉。他现在问了好多地方，都问不出的原因。他看医生，看到现在已经近四十几天了，他四十几天身体还是没有恢复的状况，所以让人很担心。他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情形？几乎快变成半植物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临界因素让原本一个健康活泼的国医生顿时成了半植物人状态？据说他与碧潭水鬼有关。发病以前的那一天刚好是一个礼拜天、他说他要跟同学去碧潭打球、然后他早上六点多就出门去打球，一直到十二点多去他弟弟的那个学校参加他们运动会，那在学校里面晕倒，他晕倒以后送到医院，医院住了三天，说检查不出原因，然后回家以后开始就嘴巴会抽搐，抽搐以后慢慢就发生到很严重的问题，一直来，你一直来，你没办法抵挡。他就是嘴巴歪右边，然后那个眼睛也往右上，这样子，这样子一直抽过去了，连这只手也是这样子。好像那次中风那样子，是第一次抽搐的时候，他在楼上，抽搐完以后，他大概抽搐了到十几分钟，然后清醒以后，他才自己走掉，那时候在哭嘛，那时候他下来以后在哭，他然后自己很紧张很怕，他的心脑子里面都是还很清醒，他知道他怎么抽搐了，怎么样，但是他就是没办法，好像没办法控制自己，对。就是一直在抽搐，那头又撞地上了。为何一趟轻松的碧池游玩会引来临界杀身之祸？其实经过卫生署统计，台湾去年有将近3000人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其中北台湾地区前往碧潭自杀的人数占了大多数，而不论是自杀或者来自突然意外的往生，碧潭这个令生命两个字闻之色变的地方，似乎冥冥中有一股夺魂的死亡讯息在蔓延，因此一个又一个生命惨死潭底，潭底的水鬼为了俩高腿一次又一次残害生命，如此恐怖循环让碧潭成了阴煞重地。难道张小弟弟的情况也是潭中水鬼影响的吗？他是说看到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说你看到那边他就很紧张。他有叫你看那边吗？有啊，他是一直转过去也没看到什么，但他就是很紧，他跟我说他有没有，所以他看到一些都走到没有地方走，看到这种，而且他在外面的话都会眼睛会这样子乱看，他还是有看到，不知道什么，但是我们看那边没有。小弟弟的见鬼与无法控制的行为，张家人知道小弟弟撞邪了，而这一切怪异举动似乎是鬼魂准备伺机俩高腿。有一次是我弟媳妇有跟我那个侄儿说，等一下会有一个师傅会来看他，然后我弟弟呢，我那个侄儿他有这个反应。我跟他回答说，那个师傅好像功力不够，不够看，
啊，甲印这个话，真的很莫名其妙，因为他也没见到那个人，没见过。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他跟他清楚的说，嗯，丢丢，他有跟他讲这样的话，让他回答说那个师傅还不够看，这很莫名其妙。他没有说的。比如说重复两个字，嗯，啊门，他就会只会说门啊门啊门啊，这样一直喊，大概还持续五六分钟以上，很用力的在喊。但是你们其实听不懂。不晓得，因为他也不晓得，我不晓得他要表达些什么，不知道。像一直讲的话，只听过一次叫他同学的名字。嗯。那有一次是不知道什么名字。完全听不懂庄小弟弟话中想表达的内容，因而束手无策的张家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庄小弟弟失去语言行为能力，到最后成了植物人。从刚开始会讲话会表达，一直到最后什么都不行。现在几乎是半植物人，要人家帮他擦身体、洗身体啊，还要包尿布啊，你怎么办？已经没有活动能力的。说明说明，眼形呆滞嘛，你没办法说说跟他原来的样子差太多。他认得你吗？不认得。是鬼魂夺走张小弟弟的魂魄吗？为了拯救短短两个星期就成了植物人的张小弟弟，张家人求神问卜，但是情况似乎没有好转，因此张家人转而求助制作单位。究竟张小弟弟的情况是壁纸水鬼作祟，还是另有原因？档案小组分别请到陈思雨老师与恩德公济公师傅，究竟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哎，你看这道意思，今天意思他人的魂一定会救走呀。哎，黑桃 A 耶。他人不会放过关，自我要给抓去呢。要给抓去哦。技术医生来看，绝对无效，用他人武魂在他的身躯，无讲介欢喜甘愿，伊会放伊煞。你看看，过年过，谁打过谁打过，变成刷新票票，变成刷新票票了。新过来电话两个鬼，谁打过谁打过，哦，然后电视也贵，结婚和刷新票照片，这个刷新票。没想到两位专家都表示，张小弟弟的魂被鬼抓走了，碧潭似乎成了抓魂圣地。而引发张小弟弟成植物人的情况，除了碧潭这个恐怖死亡潭里的水鬼作弄之外，张家祖先似乎也成了一大帮凶。我跟你说，这个孩子今年很恐怖，这个不算我的胆，不算我的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今年的头发没见了，我们家的因为是你自己变变命啊，这夹变，所以你怎啊用这种，啊无好拍。啊，这这种是哎，人人啊是心灵在。你若有很多这样的歌，反正我听都听过，就是这样开始的。哦。这命是啊，就听，然后听的就好。好。有没有？不是，他是说要查查看他这他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夭折的，没有铁柜金啊，或者是。无咧，啊你阿姨啊，你迄个爸爸你陪咧，你听得到？不忘不忘错咧，是人工间有需要用两个干药，而且工资开我去陪。我来问这边，叫我问一下，你认识谁啊？你这里吧，你认识谁的话？我两个哥哥是。大的跟老二嘛，他们以前是半是脑，也是半是脑，小儿麻痹。好、哦，他那个小儿麻痹是后天的，不是先。两三岁的时候还会走，大概到六七岁的时候没办法走，就躺在床上。啊、哦，大概一个是大哥是二十岁嘛，那二哥是好像十八岁，所以。啊，像师傅讲吼，以前是哪有吃这种灵灵的解药、哦啊？所以讲，平日来遐查下，吼，检测到底这一项是有关的，如果有关的，就看哪来处理，啊，结果有查的，啊，所以讲，平日来有咩发作，互你看下，医生哦，吃，看下阴阳两给，咱甲做往，
为了处理张家倒房的往生者作祟问题，无极戴天府里头的神明决定度化张家两位往生的家属，并且利用草人、西瓜来代表张小弟弟的替身，举行一场引魂招魂仪式，邀引无法到达现场的张小弟弟魂魄，借此加持张小弟弟的元神。现在请张大哥先跟神明禀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怎么请神明帮忙。对对对对，像现在这么多师兄，他们这个动作主要的意思是做什么？嗯，就是神明来补暖。哦，神明来补暖了。那整个过程是对小弟弟会有什么样的帮助，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没有？哦，就是说先要烧掉他的元神到这边来，然后看看有什么阻碍在他身上没有。那我们怎么知道小弟弟的元神？等一下，不要用机会来补。还是要再把龟就是了。看这个师兄好像拿着两个木板一直在小弟弟的身边晃来晃去，而且很激烈的敲打。在呼唤张小弟弟的魂魄进入以草人、西瓜为主的替身后，无极戴天府的众神佛施法念咒、持经文，希望借由咒语的力量护住张小弟弟，让他可以魂归人。这师姐手上还是一样拿着香跟十二根香，还有十二根香，还有什么东西？十二元神，十二元神。哎，十二元神要住在，才不会受那个他的外邪所侵了。哦，所以要拿十二支香。哎，还有十二元神，十二元神，那是外番钱了。哦，外番钱。他当然，这破龟那边有十二粒子。指定的。讲个开。哎，我啉上无三嘴了后，先不死，第二无抹抹。哦，啊，抹了后，你就甲呛，呛我邱俊杰本身自在，本业自在，十二元神交转来，你才甲答案啦，安尼说来。经过陈老师的加持，恩德宫的招魂以及戴天府的护元神仪式后，在众多神明的加持下，档案小组接获张爸爸的消息，指出张小弟奇迹似的醒过来了。像昨天他有时候还会自己要爬，站起来打。讲，恁这个靠内底吼。家里这个是多业，无好，所以掉到伊，所以最后要找人是你，不是伊。三四年了，大概差不多都每年都有问题。什么问题？住院的。你们家？我就住三四年。哦，嗯。对，就是开刀啦，这边气胸嘛，气胸开刀就对，然后前年的车祸。是说脚？对呀、啊，这边都是钢筋啊。哦，这边现在这边是钢筋，里面有啊脚听说还有钢筋在。对，螺丝还没拿掉。啊、哦，但是这个是被车子的轮子压过去。之前就是去跟医院送进去。对呀、啊，大概这三四年大概每年都有。本来今年我也是要去把钢筋拿下，那我想说六七月的时候还是。啊，结果我儿子大概就是四月底、五月初。太令人惊讶了，张小弟弟的卡音竟然和张爸爸有关，而已经醒来的张小弟弟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听得懂？你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听得懂不？听得懂不？你先来登江，去登江啊！就你啊，跪倒全部出现那江，登累你。你登过之前，整个嘴尖呢，登累你。我讲吼，身上辛苦那两个跪吼，叫我跟你讲。阿姨，姐姐。静静，乖啊，乖啊，好了，你不用怕，乖，今天我来找你，今天我要来找你，他们说找拢好，他们说拢好，所以吼，我今天要带恁一个人走，我要去啊。
工资，我做你员工。你让我哪一个？我这拢对这这边这边皮啊，这边皮拢无去啊，这边皮拢领掉。平前平咱这边皮对无？咱人咱古早咱唔晓得做啥物啊，古因这边这边皮是两意思，没有这个皮，吼、哦，而且这个也是一样，这都切掉的，这手拢切掉的。伊讲一想，阮这种型，我应该是报仇啊。害这两个人的人是你，是人性，只是伊晚来要找的时阵。就是讲，恁阿未发财，所以囡仔拢阿未发财，阿未发财，来领导。我没有了。他昨天就有像那种，伊毋是伊要对起来拍字，啊，其实毋是要拍人，无拍过，伊咧惊咧拍。惶恐与惊吓，到底张小弟看到了什么？他真的在踢鬼吗？空气中似乎有邪恶的力量在主导，让张小弟弟相当的不安。拿下来，老师帮你弄好，你拿下来，乖乖的，乖乖的，乖乖的，好。好，老师要放你。来，你一个。为了安抚张小弟弟，陈老师当场画符让张小弟弟饮用，希望喝完符水之后，安静许多的张小弟弟可以早日康复。